觉得像这边应该是东面太阳出来的地方，对。走在这个头，人更多了，有一些通宵在这边钓鱼的，有一些真的是早起起来散步的，有一些还没回家呢。没想到这个点会有这么多人在这里等日出。又是一个很美的地方，又是一个天气很好、阳光很好的跑步天。当然，那不是每一天、每一次跑步天气都会这么好，但是今天确实阳光很好。然后这个地方应该是很浪漫的一个叫情人吧的地方，就是应该是。情侣会来这里看漂亮风景的地方，但是我来这里跑步了，也挺好。啊。